下面要登台的这位可爱姑娘又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而来呢？大家好，我叫李佩玲，今年15岁，来自马来西亚槟城，全家人都很喜欢听我唱歌，也很支持我去学习唱歌，尤其是我的妈妈，爸爸妈妈为我付出了太多。佩玲啊，这次你能到中国参加梦想秀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回报我的爸爸妈妈。大家好，你好，老师好。你好，我叫李佩玲，今年15岁，来自马来西亚槟城。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？好吧。从小在马来西亚还是？在马来西亚。在马来西亚。对。那现在是过来读书还是跟父母？没有，就因为这个节目。因为这个节目从？对。从来没来过中国吗？在马来西亚都有播出这个节目。你是华侨吗？爸爸妈妈都是华裔。是华裔。对。这次你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有人陪你来的呢？我和我的妈妈。先介绍你爸爸吧。这你搞什么？你在旁边。哦，换换，对不起。波波老师你好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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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儿很可爱，很漂亮。谢谢谢谢。你们都是华裔啊？我们都是华裔。对，华裔。但是你女儿长得蛮东偏西的。哎，对。在这里想对妈妈说句什么话？我想要感谢我妈妈一直以来都陪着我，不管多累还是多辛苦她都会陪着我。我觉得她为我付出了太多。应该的，谁让她生出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呢？其实我是不要跟她讲。其实我是被领养的。其实我是被领养的。真的，我觉得我很幸福。真的。当然，我的爸爸妈妈全家人都很疼我，我不觉得我是被领养的。我觉得我的养母很伟大。当然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说养育之恩，而不是育养之恩呢？吃谁家的饭，就是谁家的人，不要去想是生的还是养的，离你最近的就是你的亲人。对。对，你亲生父母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他就是。对。好。我只有一个妈妈，一个爸爸。你今天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意思意思呢？我要唱一首歌，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。哦。这首歌告诉我要勇敢坚强我的梦想，阿妹的勇敢。很喜欢的一首歌，阿妹的勇敢。却因为你一个人的活
去防备。这个是我们听到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15岁的漂亮女孩在舞台上安静的唱歌，真的是一种享受，非常好听。谢谢伯伯老师。你的梦想以后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吗？对。为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希望能成为一个中文歌手，在中国能找到一个音乐老师教我唱歌。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，你的天赋很好。谢谢伯伯老师。谢谢。黄老师在吧？黄老师你好，刚才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女孩，这是我们的浙江卫视的音乐总监黄总，来自于宝岛台湾，这样妹妹超过240票，黄老师今天就多一个学生。好，你唱了阿妹的歌，我告诉你，她曾经是，应该说现在也是，黄老师是阿妹在音乐初级和中期阶段的非常有力的推手。好厉害。好，希望你好运。准备投票，预备，五四三二一，开始。小美女能够今天实现梦想，祝贺你，你梦想成真了。谢谢。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，也感谢。谢谢。李佩玲年纪虽小，但实力非凡，相信假以时日，她。